7月4号 A 计划主演一同自感底台宣传该片，鬼才大导演王晶与戏中饰演张卫健麻辣老妈的包租婆袁秋一同亮相大河之恋皇后号豪华渡轮上，参加别开生面的首映试片会。刚一亮相，张卫健就开始抱怨了，片中的他太专一了，只把到了一个妹妹，王晶却偏心的给自己安排了三个妞。这一次呢，我非常的专一，以前都有很多女朋友的戏里面，可是这一次呢就只有一个，都不知道谁安排的。我当天叫我安排的吧。对，对啊，他自己有三个，我有三个吗？可是我没有亲嘴啊，他有哎。阿金年纪也不小了，媒体也开始帮他操心起婚事来。阿健可没那么容易进圈套，还现场说起婚段子来。当我看到连谢霆锋都做爸爸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实在快点好。那你觉得先有后婚也没关系吗？什么？先有后婚，你就先有小孩再结婚也可以吗？可以接受。对，这方面呢、啊、我是比较传统的，我是比较想说先结婚然后再洞房然后再有孩子。不过呢，我就这一方面呢，我就对不起我妈妈了，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先洞房了。所以要跟妈说一声对不起，我实在是不怪。不过我妈也是一个很开明的妈妈，在我记得在我十七岁那一年，她就跟我说了，真的，她说那个归那个，不过呢记得用那个这样子。那你不用那个就可以有 B 计划啦。现在我有些时候不用那个了。哦，我们能改一下那个话题吗？有点出汗了。